照片中的男人撇着八字胡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坚毅，不屑中夹杂着丝丝帅气，表情透露出不俗的企图。此人便是美国20世纪30年的超级罪犯约翰·迪林杰。当提起约翰的名字，当时的美国人无人不知，他的大名经常登上报纸头条，被冠上抢劫、大盗、现代版罗宾汉的称号，就连当时美国调查局都称呼他为头号公敌，被列为最应该抓捕的罪犯第一名。他到底做了什么会引起全国的注意，更是调动当年最强大的情报组织用来对付他。故事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。约翰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，母亲很早便离世，和父亲相依为命，但他的父亲在教育上有些欠缺，时常会对约翰暴力相加，从小他的童年便充满了血腥的味道。好不容易熬到了长大，却在10几岁的时候抢劫了店铺，因为50美元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。在狱中的时间，他结识了很多黑道兄弟，其中名叫内特的人是个老道的大哥，他教会约翰很多规矩和做事方式，约翰将他视为自己最为重要的老师。他刚刚出狱2个月之后，便和自己最好的哥们红毛合作，闯入曾经森严的监狱，和内特等人里应外合，挟持着看守，通过武力手段逃了出来。可惜的是，内特不幸被看守打中，由于重伤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归西。从狱中成功逃脱后，他们一路来到芝加哥，这里被誉为犯罪者的天堂，也是约翰的最佳庇护所。他和这里的警长有过交易，定期给警长交钱会得到安全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及美国政体的结构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，完整的美国由各个大州组成，虽然他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，但是各个州之间有着很大的权力，他们有着属于自己州的法律法规，有的甚至会有专属军队。因为当时时代局限性，每一个州都类似于相互独立求合作的存在。如果一个罪犯在 A 州作案，跑到了 B 州躲避抓捕，那么 A 是没有权利去 B 抓他的，只有罪犯在所属地区犯罪，当地警方才能对其抓捕，就连当时美国调查局都没有权利进行干涉。正是因为这个 bug 的存在，让审判罪犯变得难上加难。再加上当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，大批民众失业，工厂倒闭，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，无意中衍生了罪犯的诞生。大量无业游民拿起武器加入黑道生活，约翰和他的兄弟也是其中一员，为了生活变成江洋大盗。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抢劫各大银行，手持重型武器，驾驶快车，行动计划周密，人员做事干练，基本抢一次就会成功一次。虽说他是抢劫犯，但是他有很强的原则性。第一，绝对不要在绝望时犯罪，这是内特曾经告诉过他的。第二，绝对不抢没有存进银行的钱，他只抢银行，平民没存的钱他是不会抢的。同时，他还是个温柔的暖男，明明挟持了银行的小姐姐，他还主动给人家披上自己的大衣。也由于他的这些特殊举动，各大媒体报纸对他很感兴趣，不知不觉中成为美国大红人，有些民众更是对他有崇拜之情，称他为现代版罗宾汉。这天，他和兄弟在酒吧聚餐，人群中一位女孩吸引到他的注意力，约翰主动上前和妹子打招呼，邀请她到高档餐厅约会。女孩欣然答应他的请求，并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比利。约翰也直言自己就是江洋大盗约翰，如报纸所说一样，主要以抢银行为主。他的诚实意外打动到比利，他很开心，对约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两人正打算要转换地方时，约翰被熟人叫走，他让比利在门口稍等一下。可当他处理完之后，发现比利自己打车回家了，他立马查询到比利的底细，知道他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。他首先质问比利为什么突然溜走，作为他的女人就要发誓再也不能这么做，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。约翰只能表示他永远不会抛弃比利先走，简单的话，粗暴的行为却深得比利的喜爱。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，开启热恋之旅，白天抢银行，晚上和女友约会，这小生活过得十分惬意。由于他的连续作案，终于引起美国调查局的注意。当时的局长名为胡佛，也就是未来 FBI 老大，他正愁美国调查局权力太小，想趁机扩大权力。约翰这帮罪犯正好撞到枪口上，胡佛想借助抓捕约翰为自己助威。他在年轻一代中挑选出维斯，此人经验丰富，抓捕过很多罪犯，任务交给他，胡佛很是放心。维斯也不辱众望，面对记者他坦言，这场和罪犯的战争他们一定会赢。第一，他们拥有科学的破案手段，第二，拥有胡佛这样有远见的局长支持。维斯上任第一天，他很郑重告诉手下，他们将面对的是超级罪犯，手持重型武器，杀人如麻，这场战役是极度危险的，稍有不慎就会丢掉小命，在座的有谁害怕可以主动退出。根据之前约翰送给银行小姐姐的大衣，维斯查询到相关的地址，锁定约翰定居在芝加哥。同时，他们拥有先进的电话监控系统，可以从电话中掌握到约翰的信息。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
他们猜测约翰和女友躲在家宾馆，晚上调集了大量警力包围了这里。当维斯带枪冲进去才发现情报有误，约翰并不在这里。然而眼前的人却是另外一个大盗娃娃鱼。维斯假装找错人，让手下在门口守卫，自己下楼去找支援。可惜他的手下大部分经验不足，面对突发情况容易失控。娃娃鱼将看守的人射杀之后逃之夭夭，本应该负责阻击的手下也擅离职守。看着死去的同事，他内心很压抑。回到局里，他向胡夫打电话报告，他认为手下太过于年轻，没有经验，根本无力对抗那些超级罪犯。如果硬要带着他们前去破案，无疑是让他们去送死。他要求派遣有经验的老手前来支援，否则他将会撂摊子辞职走人。面对强势的维斯，胡夫只好答应了他请求，从其他州调派人手协助破案。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员跨区域破案，为之后的 FBI 成立奠定了基础。有了高手的帮助，维斯办事效率火速提升。这一天，约翰一行人来到酒店度假，不巧的是酒店突发大火。在警方的排查下，发现手下私藏枪支，维斯闻讯赶来抓捕了约翰。即便被抓，约翰没有丝毫慌张，他看着维斯威胁道，不得不承认维斯有点本事，但当真的带着手下面对面厮杀，看着自己人死亡，那种情况约翰已经习惯，而维斯呢，到时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。维斯并没有理会他的恐吓，为了审判约翰，将他送到印第安纳州。之前他在那里有越狱和抢劫的案底，最为重要的是那里有电刑，维斯认为那是惩罚罪犯的最好方式。约翰被抓，让媒体忙得不可开交，他们争先恐后要采访这位传奇大盗。这也是约翰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这么红。面对记者，他毫不吝啬地说，抢劫一家银行大概需要1分40秒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基本每次都分秒不差。然后笑着走进了监狱。为了防止他逃脱，他被关押在号称最安全的监牢，根据法规他应该尽快被处以电刑。可约翰的辩护律师能言善道，声称快速定案是在破坏法律，严重影响了公平公正。在他的袒护下，约翰的案子被拖延了一个月，也就是这段时间给了约翰足够的越狱准备。他协同狱友利用一把假枪胁迫狱警拿到武器，打开牢门，拿枪指着监狱长开着他的车，大摇大摆通过武装防线获得了自由。逃跑成功第一件事便是给女友比利打电话，诉说最近的思念之情。他的这番操作无疑是把政府的颜面按在地上摩擦。高层官员正式决定要针对罪犯，要制定法律专门打击跨州犯罪。约翰的疯狂行为也引起大型跨州组织集团的不满，他们资金雄厚，手下众多，和约翰一样，他们都是跨州作案，如果法律通过，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打击。所以组织对约翰下达了封杀令，所有黑道和黑警都不能给约翰提供帮助。胡佛也向维斯下达了指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抓到约翰，要心狠手辣，不留余地。连电影开场都会设置前提，将约翰的照片公布，让电影院的人辨认，凡是能够想到的方法维斯都给用上。约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决定干完最后一票就跑路。据说一家银行会有80万美元的现款，他们商量后带着武器冲了进去，可银行并没有说的那么多钱。期间他们还遭遇到强烈的反击，在街头和警方和正义的路人火并起来，手下牺牲几个，约翰也被打中。他们紧急撤退，躲在一间偏僻的旅馆。好友红毛劝告他，他预感到自己已经到末日，让约翰尽早收手离开美国。他的话约翰并没有听进去，维斯也在此时拷问出约翰的藏身地，带着大批人马将其包围。在维斯的一声令下，大战爆发，双方交火猛烈，到处都是枪手，子弹冒着火花在身旁飞过，激烈的枪战让双方都傻红了眼。一场大战下来，约翰的兄弟全部死亡，警方也有几名成员牺牲，不过约翰再次成功的逃脱围捕。红毛死前劝告他不要再迷恋女人，独自一个人逃跑不要回头，可是约翰还是没有听进去。他逃脱之后立马找到了比利，越过警方的眼线将他给接走。他准备做最后一件案子，和另外一伙人要合作，成功之后能够得到几万美元，到时候可以拿这笔钱远走高飞。但他们第二天收拾行李出发时，警方带人将比利给抓捕，约翰由于在车里等候侥幸逃过，从警方眼前再次逃脱。面对女友被抓，他没有任何办法。此次抓捕行动维斯并不知情，负责的警官对比利严刑逼供，威胁拷打辱骂都给用上。即便如此，比利也没有透露出关于约翰的踪迹，等维斯回来时制止了手下暴力行为，并亲自抱着护送他安全。失去一切庇护的约翰只能找到旧情人的帮助，然而旧情人并不是美国人，他也是偷渡过来的。维斯威胁他，如果不合作抓捕约翰，他将会被遣返送回原来贫困的国家。无奈之下，旧情人只能乖乖就范，他将会在晚上和约翰看电影，到时候维斯人会等待他的出现，一举抓捕结束案件。可白天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约翰陪伴朋友去警局办执照，机缘巧合下，约翰大摇大摆走进办案室办公室，
墙上布满了约翰一等人的所有信息。看着曾经的照片，他内心逐渐想开，他知道自己做到了头，是时候告别这个世界。他也知道警方晚上抓捕他的行动，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逃走，而是迎面直上，开心地和旧情人看完电影，潇洒地走出影院大门。此时维斯已经等候多时，还不等约翰反击，便将他一枪击毙。在热闹大街上，约翰终结了传奇的一生。临死前，他向警方说了一句话，但老警员并没有告知韦斯。等事情正式宣告结束之后，他在狱中找到了比利。约翰死前让他转告比利再见黑鸟。比利听完后泪流不止，十分痛心。这句话正是他们两个人相遇时酒吧播放的歌曲。比利也因为包庇袒护约翰，被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。故事也到此告一段落。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来，约翰的出现和当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。正是由于他们这些大盗，无意中让美国调查局扩大权限，成为日后赫赫有名情报组织 FBI， 负责抓捕约翰的韦斯。此后名声大噪，成为王牌人员。但在35年之后，他突然辞职。有资料显示，他在1960年头部中枪死亡，而联邦调查局给出的结果是自杀。至于真假与否，很难验证。本片作为传记类电影，有着德普大叔演技的支撑，故事情节紧张刺激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好了，本期就是这样，喜欢点击关注，持续更新，不见不散。